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这一集的《灵异前线》，我是 Ghost Hunter 秦明。那在我旁边这一位，相信大家也看到了，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他是谁的哈。我是 IC 杨颖，原来是香港的魔幻女皇组合，对 ，Magic Girl， 对 ，Magic Girl。那我相信大家在第一季的时候有看过他有参与一个青山吊桥的拍摄，那次在阳明山。那次好像这次你来台湾拍摄跟直播，好像真的感觉比较恐怖哈，是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以为上次是最恐怖的，原来最恐怖的永远没有出现。今天这个，我觉得这一次来台湾也不算是最恐怖的，我觉得应该下一次来这边秦明又有最恐怖的给我，对，每一次都有。对，没错，我确实，但今天这地方其实也是蛮有名的哦。嗯，我跟你讲为什么好不好？因为这地方是。我们的合作伙伴就是逃跑吧好兄弟，来自星星的事，你有上过了吗？对不对？鬼灯奖嘛，对，他们有来拍摄过的一个地方。那这地方呢就是一个幼稚园、嗯、对，希望可以去吓到你。小朋友灵体我觉得最恐怖，因为他是那种没有野心啊，然后他不知道干嘛，他想说要玩就玩啊，好，没有理由的。那待会 我叫你唱一下那个童谣啊。不要，我不会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你不会唱，不要骗我了。哎、欸，那是啊，没有没有，看到有影子哦，经过影子经过，真的吗？我转一下看一下，有吗？啊，没有打手电筒，太暗了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了，那歌啊，对啊，待会因为这是幼稚园嘛，那你就是个大姐姐嘛，对不对？陪小朋友玩一下，唱个童谣给他们听一下。真的吗？好，待会儿就这么决定了。好，感应就这样做了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因为我们两个人来，那我们就分两边做拍摄。我拍摄一楼，就是把环境介绍给大家。Icy 拍二楼，他也会带，就是二楼以上，让他去看看这附近，他一个人在拍摄的时候有没有办法碰到些什么东西。哎，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耶。什么东西？你看我手一直在抓着。佛牌啊。因为我这一次在台湾出了状况太多次，就在饭店，然后在那个节目上面，然后又有什么很多东西发生。OK， 所以这一次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要带我的保密来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那就我们就废话不多说，看景啊，对啊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这个幼稚园的最顶楼，这是。天台，因为这边有水，所以我不上去了，因为这里也没东西。哇塞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放东西的地方。没什么特别。秦明又把我一个人吊到这里，然后我要自走。其实这今天的温度其实有点热，但是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应该是有点冷了。好，这是三楼，这一个人这样走好恐怖哦。其实我觉得每次到这些房间，一个人很恐怖。我头皮在麻哎！啊，我不想进去。我掉了一些东西，吓到。是我自己丢的东西。这次带大家那个回到了幼稚园哈，那这幼稚园其实我有曾经来这个地方做过直播，然后甚至现在 IC 人也在外面。哎，不对，我跟他分开。他在二楼以上做拍摄，那我就做一楼的一个拍摄。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小便斗吧？
厕所，哎，真的哎，这个地方都矮矮小小的，这个都给小朋友在用的。然后呢，这是它幼稚园的一个全貌哈。那我这次尝试的用彩色模式搭配手机来做一个录影哈。对，哎，幼稚园，我以前有幼稚园有洗澡这种地方吗？这应该是洗澡的啊，对啊，连蓬头之类的。哦，那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地方，有着什么样的故事，因为之前逃跑吧好兄弟曾经有来过这个地方做拍摄哈，所以说自然而然他们，哎，应该这么讲，他们其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，他们有碰到一些怪的事情。那这些事情怪的部分呢，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，就是外面就是这里的外面，待会会有一个像荡秋千的东西哈，那这个像荡秋千的东西就是他们当时拍到有状况的地方，相片当中他们说有一个叫俊雄的小朋友在那个地方。那当然这个是他们有拍到的一个部分哈。对，进来看看好了，因为其实这个地方哈，上次他们带老师来的时候在楼上，就 S 现在在楼上拍摄那个部分哈，有拍摄到好像是有人做法的痕迹。那我曾经有说过，废弃的地方就会有一些，就比较没有人气的地方就会有一些灵体的进驻这样子齁。哦，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感觉有点冷齁。这个都教室吗？诶，这里，这里有一张桌子。好，我稍微的这边带一下哈。对，这个就是，哦，前面这个黑黑的看，用夜视看的话应该很恐怖，但我这次是尝试用彩色的方式下去做一个拍摄哈。哎，好像就是这个荡秋千吧，这个荡秋千哈，那就是之前他们说。在这里有好像有小孩子在这边荡秋千，然后在这边看到一个俊雄的部分哈。对，那在一个另外一个传闻就是说，这里曾经有小朋友在这边往生，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在这边往生。那会不会这里有一些小朋友的灵体呢？那至于这些部分，我其实有叫 Ice 去问了一些问题哈。对啊，不知道他会不会被我吓得不要不要的哈。好，然后这个大概就是它的一个全貌齁。好，那我下去看看这个荡秋千好了齁。前面这铁链就是荡秋千的部分齁。对，那它现在有在晃吗？说真的我也不是很清楚齁，但目前我看起来的状况是它没有在晃齁。对，那待会我试着在这边感应的时候请它来，能不能来这边晃一下荡秋千好了齁。那我这个地方稍微的先绕一下啊，杂草丛生了，小的洗手台。我已经离开幼稚园这个年代很久了哈。对，哦，这里还有一罐饮料，
知道哎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那这也是我算是第二次那个用彩色模式哈，因为我想说都做个不同的方式，然后用彩色模式某方面来讲也看起来像比较像直播哈，对，所以说我这一集有某方面某部分是用彩色，某部分是用夜视哈，我这房间给人家感觉不是很舒服哈，对。而且加上它比较潮湿，所以说感觉真的比较不舒服哈。不知道是边间的关系，说壁癌的很厉害哈。这个树为什么在晃呢？没有风啊，现在很奇怪。这个地方稍微扫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因为外面还有灯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哈。那我扫一下上面给大家看看。其实幼稚园哈，在其他国家幼稚园真的比较少故事，因为幼稚园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比较欢乐的地方哈，啊，都是小朋友天真无邪的地方哈，对，所以真的故事相对来讲比较少，像说香港，只有去过什么废弃的小学啦，还有那个。废弃的高中啊，在台湾，但废弃的幼稚园倒是真的没几个哈。对，好，那我现在稍微往这边走一下，那大家可以看看，只要灯关掉的话就是这么黑。那我现在开的灯，来这边给大家看。那这是它另外一个部分哈，这好像是它以前大门的部分哈。诶，这里还有个游戏区耶，待会进去看看好了。这是他的一个厕所哈，进去看看好了。哇，镜子应该是照不到我的脸了哈，这个都是小便斗。好，那这个算是跟逃跑来的，不是跟逃跑来的，就是逃跑曾经有来过哈，这厕所应该都那个了哈。天花都烂掉了，所以走路要小心一点。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放那种很大雨伞的，下面垫住那个。你知道吗？这里木板也要很小心的走，因为我刚刚上来的时候看了，有一些楼层是凹了好几个洞。这是可以穿过去吗？哦，真的耶，这里没有门呢。啊，走走走。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很晚，所以感觉没有太恐怖，但是还是恐怖啦。
这里是什么？我怕我一害怕我会手会抖。这是什么？这好可怕哦！我不敢踏下去。这应该是小朋友休息的地方，可能是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我听到啪一声。啊，这里有很多蜂哦，蜂巢是蜂巢吗？不知道哎。好，再下去。医生，这什么声音啊？这门如果是关着的，我就什么都不要开了，看一下里面。啊，不要关下我、啊，拍谁拍谁？不好意思打扰了，因为我怕会看到东西。这里好像有状况，之前。谢老师在这边有讲过，这是什么？他们电视节目里面说不要碰这个，这死掉的鸟哎，听说是降头，还听说里面有一个照片，我不敢动他们了，希望尽量拍给你们看。我听说降头其实是个很阴的。的东西，因为听说很多马来西亚的很多降头是在练降头。刚刚差点碰到这个，拍拍镜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有拍到吗？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，你们看到吗？不敢看，哎，差点踩到，这个是什么？看起来有点像符，但是应该不是。我听说降头很多种哎，譬如就说有，我有听说过最扯的是什么呢？是镜子的杠降，镜子的降头，如果是中了以后，肚子会，等一下哦。我这里不敢开耶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有门的话，开是不礼貌。你知道那个镜子的降头，如果你中了以后，你把肚子切开以后，全部都是镜子。还有哦。马来西亚的降头是很强的，我听说马来西亚有很多那种夜市嘛。如果这个是我有一个箭嘴箭头，里面是什么？我看一下哦，里面有一个小楼梯耶，你们看到吗？听说如果我们去了夜市，马来西亚的夜市的话，可能你随便路上踩到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，可能是随便一张纸已经会中降头。这是哪里？这里还有人画 graffiti 耶，是厕所吧？厕所是最恐怖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上次我又去达德，我头皮真麻了，拍谁？我要进去吗？我很怕哎，我要进去吗？好吧，走，拍谁？因为上一次。去那个达德，就是
最恐怖的就是那个女生厕所，这有没有分男生女生的？应该没有，只有看到八个。上次去那个为什么那么恐怖呢？因为那个女厕所听说是有一个女生的老师，听说有一个女生的老师在那边上吊自杀过。然后我还要，因为那个是节目的拍摄，所以我需要扮演那个女生的老师在那边上吊。哎，真的没骗你们。然后那个资助单位还安排了，看一下这里，还安排了一条绳子，应该是哪说的，应该是什么，哦，就是那个教室看不到东西，门不开了。我住在那边的女生厕所扮演吊颈上吊的女老师，你知道吗？那一次真的出了状况。我跟另外那个演员小白去到那边的时候，我们要拿着一个刀像罗志同伴，是他拿着的。然后我们一路走过去的时候，我们目标已经很清晰，这边有个镜子，哎，为什么？又是厕所吗？感觉好像这里是洗澡的。然后他就拿着那个铜棒，我们目的很清楚，就是要到那个女生的厕所。然后我们还没走到的时候，那个铜棒已经带了那个方向给我们，我们一直走，还要走弯的。然后他就一路这样带到我们去那个女生洗手间。这是哪里？这两个人没走过，是滴水的声音吗？你们听到吗？踢踢踏踏的声音，哦，听起来好像很像脚步声啊，那些水滴的声音。哦，本来是来这边很冷，我现在害怕到一个点是有点热嘞。然后我们去那个女生洗手间以后，就我要扮演那个上吊的女老师嘛，对不对？我先不拍这一间，因为这里很危险，还有这里有点故事，我待会再说，我先把那个故事说完。然后每一次我碰到那个绳子，然后那个铜棒就会一直在转。他拿了两个铜棒嘛，然后我每一次碰到那个绳子，有脚步声。啊，这里有张照片耶。这是谁啊？这是谁啊？好像是泰国的字哎，泰人来的。他拿了两个铜棒嘛，
然后右手边那个就一直在转，一直在转。然后如果我不碰的时候，它就不转哎。然后我们试过几次，这里有东西吗？我听到声音哎，为什么那个照片有脚步声哎？不要笑我，拍谁拍谁拍谁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这里我有点感觉，我快走，拍谁拍谁，不好意思。所以那个铜棒一直在转，如果我碰到那绳子。所以那个地方真的有点问题。好，这里这是烂掉了，我可以过去吗？我怕会。还是保安全点，我走过去一点可以吗？它都烂掉了。其实我想拍里面给你们看，哎，有个镜子哎，你们看到？这边有个镜子，还有啊，我过去了，因为真的这边有点危险。还有啊，那边有没有看到？有一个土地公，还有土地婆。听说在这里是有人来求过财，求财。那为什么会在这里求财？求财？我也没有很好啊，拍谁？我也不知道，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求财嘞？那照片是不是有问题？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哇，我全身都是汗，现在。好了，秦林叫我拍完以后，拍完了，我终于都拍完了。我要上去三楼等他。其实现在现场环境就是这个样子。可是想一想，一个充满欢乐的地方，怎么会废弃了呢？这应该是办公室啊。应该是很多小朋友在充满欢笑的地方，是因为曾经有人死在这里而导致这里废弃吗？还是怎么样？诶，他这个地方怎么下去啊？走这边看看好了。哇，压迫感好大。那这里是垃圾。好，这个好像也是骨头哎，会不会是有人吃东西在这边骨头乱丢啊？因为这骨头很小，感觉应该是鸡的骨头哈。那说到幼稚园，其实日本虽然跟台湾那个香港哈，虽然我没有去那个去过什么废弃的幼稚园，但是幼稚园的故事其实还蛮多的，尤其小朋友啊，有可能天真无邪吧，在某方面来讲，他们的那个灵感应的能力会比我们一般大人还好，所以说有这么一说，就是小朋友有时候反而比较容易碰到一些不该碰的。诶，他这地方怎么有个椅子呢？
好，那因为这个地方它比较靠近民宅哦，所以说我们就低调进行哦。这个应该是小朋友以前进来要放书包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地方吧，这样看还有点像那个灵骨塔。哦，这一间八成是厨房，是吗？好，那刚刚有说到说就是小朋友嘛，他们有时候灵感应能力比较强，那有一说是因为天真无邪，然后再一说就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害怕。那比较容易害怕的一个情况下，他们的磁场就比较容易跟好兄弟对上。哎，王力宏。那容易对上的一个情况下，就比较容易看到。那其实，在日本哈，有几所幼稚园曾经，我听说了，好像有小朋友就是说，那幼稚园里面有东西，有东西。然后就跟老师讲，可是问题是，小朋友几乎每一个都说有看到有一个怪叔叔出来在那个地方，可是问题是老师怎么样看都没有看到那个怪叔叔。然后呢，那怪叔叔就很奇怪，就怎么说，他也没有对小朋友做了一些什么事情，但是呢他每天就是在幼稚园门口外面看，那老师当然觉得不对嘛。而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发生到最后，老师有点受不了，说：“哎，不止一个哦，而且是很多个小朋友都有看到。”然后最后就是，有一个老师就是比较会去追根究底的，去问到最后说：“啊，那个会不会？”是之前有一个家长要来接自己的小孩放学，可是呢，他在路上车祸死掉了，所以呢，他即便到死都没有忘记要去接自己的小孩。而那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认识那个叔叔呢？原因很简单。因为那个小朋友他父亲过世了之后，他就不在那所幼稚园等那个上课，所以呢到最后那个叔叔的灵体就一直回来找他的小孩。那这也是另外一个在日本幼稚园所发生的一个故事，但是某方面来讲还算蛮感人的，因为一个父亲会记得自己的小孩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其实是真的还蛮感人的齁。对，希望他最后有找到自己的小朋友啦。但听说啦，有老师好像请了一个灵媒，然后请灵媒去跟他沟通，沟通之后好像就没有再发生了齁。好，那这个一楼的景象大概就差不多了齁。对，那接下来二楼以上就交给 IC 啦，我今天比较轻松。好，那我接下来要感应一下哈。IC 还好吧？第一节啊，感觉你好像听到有声音，有听到声音啊，希望只是听错而已啊。因为我觉得那个三楼是没问题的，三楼是没问题啊，二楼是有点问题。有没有问题？我们让机器来做决定。因为刚刚我相信有一些人已经看到，就是我在唱儿歌的时候，机器那个电磁场有一些变化，所以说那机器有叫。所以我不要唱啊。你要唱，到三楼去唱吧。好了。真的，我不要到那个地方，我真的不要。没关系，我会带你去。对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接下来来。就是进第二节感应的部分啦。好。对啊。加油啊！不要走太远了。好，我会。
会把你放在那边了、啊、哈、啊。那我们下一节节目见。好了，我又把，哦，不是我把，是他把我给丢了，在这里秦明啦。然后我现在在哪里呢？就是听说谢老师说，有降头的地方还看到那个小鸟的尸体在那边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所以现在要来做感应喽。啊，先问吧，对不对？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啊，我想问第一个问题，就是有没有小朋友的灵体在这里？有的跳一下，没有跳两下。我常被这机器吓到了。前面在哪里？我听到声音耶。我不敢看啊，机器。有没有跳了吗？啊，完了！那我，吓到了我！那是什么意思？他跳两下，然后再跳一下，我都不知道。来，请来问秦明要解释一下，等一下哈。我应该问什么？第二个问题，我先拍我自己的结巴了，因为他本来设两个问题给我，哎，你不要再想哦，你常常在吓我。因为他本来要我问两个问题，一个是有没有小朋友灵体出现在这里，然后第二个问题本来想说有小朋友的话就。有没有在我旁边？但是现在是没有哎。那我大胆问一下那个照片的事情吧。啊，那我第二个问题就是问，刚刚在隔壁这里，我看到有一个女生的照片，像是海报之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听到有脚步声，那个方向。到底是不是有状况，有灵体出现在那边？听到他的脚步声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，先按，因为等很久。来了，他要滴滴滴滴滴。好，第二个问题就是刚刚海报那边，我听到脚步声，是不是有灵体在那边出现？有的跳一下，没有跳两下。不好意思打扰了，我刚刚在那边听到海报那边有脚步声，那边是不是有灵体出现？有的跳一下，没有跳两下。赶快跳啊！这一层感觉比较大，上面没有。上面没有。没有。来，这就是安喜刚刚说他看到的一个那个哈、哦，那我现在试着用紫光灯来看看能不能看到些什么东西哦。这个地方还有是有一些水会滴下来哈、哦。那安喜他刚刚说他在这边有听到一些脚步声哈。哦我找进去，然后想到看那边的时候，我
是，就这边有听到脚步声哈、哦，看一下，我用紫光灯照一下附近哈、哦，好像没有看到些什么东西哈、哦，但是。这些人的状况真的不太好哦。又了，脚步声吗？水滴声吧。我不知道哎，他真的。会不会是水滴的声音？是吗？有没有滴水？我刚刚这边有听到一些声音，可是我想说他应该是水滴声，不要紧张哈。好，那没关系。目前机器还没有什么太大反应。手都在抖了，这个机器好重啊！到底是不是每一次都要等那么久才回答的吗？是不是我今天带了佛牌，所以大家都不在？我反而在这个房间没有那么害怕，幸好秦明没有把我留在那边有海报那边，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房间来说感应没有很大，没有觉得不舒服，但是那边我觉得真的有状况。好，再问一次，我刚刚在隔壁听到有声音，海报那边是不是有灵体出现？有的跳一下，没有跳两下。如果跳两下的话，大概就是我听错吧。哎呦，有状况！来了来了，你赶快跳啊！真的耶，都是两下耶。好，先把它关起来，因为常常我被它吓到了。是响了以后才算吗？再拍久一点哦，因为我不知道哪一下才是。现在要一下，到底是哪一个才是？好，我先不管。好。先把它关起来，因为常常被吓到了。我现在来做感应的部分哈。那先感应的部分呢，我准备了两台机器，那就是侦测电磁场的一些异常，还有一台是这个的机器，就是感应的部分。那在机器的使用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碰过。手靠近这个天线，它其实就会有反应了哈。那因为艾斯健在楼上做感应，那我也在这边做个感应哈。好，那我想要，好，那个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哈。那小弟今天想来跟你们请教一些问题，然后希望透过这些科学仪器让大家知道你们的存在。若你们愿意回答我的问题的话，可以让这台机器前面的磁场变得比较强一点吗？谢谢。好，那我现在问完了哈，有一些反应哈，对，但是没有说很强。好，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想这边，既然是之前像淘宝所讲的有小朋友的灵体在这里的话。那我来跟他们玩个游戏，就是来 ，Hello， 各位小朋友，你们好。那个大哥哥来这边陪你们玩一个游戏。假如说呢，我问你们一些问题，假如那问题是对的话，可以请你们来触碰这边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好，那大哥哥想要先问你们一个问题哈。那大哥哥在这边问你们问题，你们想要？回答我们问题吗？谢谢。想要回答的话，可以再去触碰一下那边的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
是有反应的，可是都只是叫一下而已啊。那我现在是在这个，就是之前淘宝在发生那个，就是说那个荡秋千有小朋友的那个拍到俊雄的地方哈，在做一个拍摄的部分哈。对，好，那假如可以的话，可以给我们一些能量吗？谢谢。我的手在这里哦，可他叫了哈。好，那看样子他们愿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哈。那你们好，请问一下，你们都是小朋友吗？假如是的话，可以去触碰前面那台机器的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没反应。我也不知道哎。可以的话，可以去玩一下荡秋千吗？谢谢。看样子没有反应，那我换另外一种问法，就是，请问一下，这边是不是还有其他灵体存在，不只有小朋友的？若有的话，可以去触碰一下天线一下吗？叫了。而且刚刚有听到嘶的一声呢，那这边磁场上面有变化吗？目前看是还没有，只有那边有磁场的变化哦，还是有但蛮微弱的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各位小朋友，你们好。想请教一下，你们是觉得这台机器很好玩，所以说一直跑来做触摸呢？若是的话，可以去触碰一下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叫了，他们觉得很好玩的样子哈。好，那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。还有小朋友，请问一下，这里是之前有一个小朋友在这边往生，那他的灵体还在这个地方，没有被请回去。若有的话，可以请他来触摸一下这边的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有叫，好。那我基本上都维持一段距离，那大家其实也看到，其实这台机器我要离得很近它才会叫，像我这样子它还不会叫，我要到这样子它才会叫。对，好，那因为今天 IC 也会问一些问题，所以说我就不会问太多齁。那我来帮淘宝宝好兄弟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请问一下，上次有一个电视节目来这边拍摄到一张照片，然后有出现一个白白的灵体，那个灵体是否是在这边往生，因为往生小孩子的灵体？若是的话，可以请他来触摸，若是的话请他触摸一下天线一下可以吗？谢谢。是啊。那现在前面都有一些反应齁，那刚刚那个高斯记有一些反应齁。好，那我现在来问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会不会希望今天来的姐姐陪你们一起玩游戏呢？希望的话可以请你们来触碰一下前面的天线一下吗？谢谢。叫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这边荡秋千，请他们来玩，他们有没有来玩哦？
目前是没有看到它动哈。好，那关于就是楼上有人做法的部分哈，那我已经请 S 去问问题了，所以那个部分我就不上去了哈。那我今天拍摄就全程透过彩色的荧幕给大家看看。那可惜的是，因为是 S 这次在台湾待的时间比较少，而且他有赶时间哈，所以我就没办法拍空景。那没有关系，没有空景的部分的话哈，我会就是用别的影片做取代哈。啊，我之后有机会我会再回来补拍哈。来，大家有看到哈，我现在离超远了，我什么都没有用。我不要过去，我不要过去。艾希，我不过去，你不要。要问问题啊？我在这里问可以吗？不行，要走近一点。我不要。那这台机器其实我这台机器其实呢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清楚它的功能哈，它就是天线这里，我要靠近天线这里，它才会有反应哈。那我现在放在就是之前淘宝宝好兄弟郭老师有讲过说降头的旁边哈。那刚刚其实艾斯这边已经有稍微问了一些问题了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干嘛在那边害怕？我不要过去那边。接下来。你要问一些问题啊！我要问你，你来这边，你站在这边，你站在这边。你先不要想，好。因为这里之前郭老师有讲过说，这一个鸟的尸体是一个降头术。那刚刚你其实已经有讲过说降头的部分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不可以来问？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在冒汗呢。好，那你他不知道是在玩哈，因为这毕竟小朋友的灵体比较多嘛，他们会不会觉得机器很好玩？那没有关系，我现在跟他们就是稍微的沟通一下，就是说，来，各位好兄弟、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们是来证实你们的存在。那前面这里有一台机器，就是这位姐姐旁边有一台机器，它有一个天线，你只要来触碰，它就会有反应。那假如说我们的问题问得对的话，请您来触碰一下这台机器的天线。好，那 IC， 我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各位好兄弟你们好，假如说这个真的是降头的话，可以请你们来触碰一下这台机器吗？然后 IC， 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唱一下童谣？怎么唱？我不要，我好怕。妹妹别折洋娃娃，你会唱吧？不会。那你们香港有什么童谣？我不知道，想不起来，突然，童谣啊，对，广东话的可以吗？广东话的，我怕他们听不懂哎。你可不可以想一些那个就是？你刚刚唱那一个吧？你在？妹妹背着洋娃娃。不是另外那个一颗两颗星星那个。一闪一闪亮星星。你来唱一下吧。我只有一句，下一句是什么？满天都是小星星。哦，对，一颗小星星，满天都是小星星，这样子吗？对。啊，我认真来唱歌。好，一二三，一颗一颗小星星，满天都是小。啊！哇哇，我还没唱完呢。好，那我他艾希真的是好像有吓到了哈。好，没有，那应该是影子吧。好，那没有关系。我来询问他们第一个问题哈，你要不要再靠过来一点？好，他不想我中高，我很怕。那各位好兄弟你们好哈，还有小朋友你们好。假如说这个是降头的话，是一个不好的东西，请你们来碰一下天线好吗？谢谢。你那个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高斯计哈，那它这个机器其实哔哔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有数字在变化，就是有东西靠近。三十几哦，是啊。对，
那假如是不好的东西的话，可以请再来机器亮一下嘛，就叫一下嘛。你看现在就没有，刚刚就叫乱七八糟。对啊，它是不好的东西，不是吗？你看，25/30/25/30。那数字跳到什么才是不对的？刚刚我跳，刚刚在下面那一间，我可以跳到100多。哈，真的吗？对，所以说，嘿嘿，这台机器还没有反应好。那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，你来帮我拍好了。嗯。我不知道是小朋友不知道这台机器怎么用哈，就是只要你碰到这个天线，是你弄的？对，这是我用的。停不下来，你可以拍一下机器啊。这有一天线在上面，它亮什么灯等于什么吗？位置，对。位置，对。方向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各位好兄弟，你们好哈。那假如说这个是降头的话，是不好的东西的话，有人在这边做法术，可不可以认？对，碰一下，谢谢。嗯。叫我。那代表说郭老师讲的是真的没有错，嗯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假如觉得姐姐唱歌唱得很烂的话，可以去碰一下。啊，这样啊，还没有反应呢。那算是不错吧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子好不好？你再问一个好不好听？不是，我要问下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们想不想跟姐姐玩？假如想的话。可以去碰一下那个天线吗？谢谢。我不要了，我好怕哦。小声点。不，你不能问这个。你知道吗？秦明刚刚是一直要我来做那感应的时候，一直要问我，叫我问这个问题，我说不要。然后他硬要问，你看答案都是吗？我不要。他们想跟你玩。我不要，真的好怕。好吧。不要跟我玩。不要跟你玩。可是你刚谁叫你刚有唱歌啊？你害我的。好吧，感觉好像有点那个，问到这个问题回的就很快，刚刚问那个问题、啊、他就回的超慢的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不喜欢你玩，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们玩。你不是不喜欢你们玩？今天终于结束了，可以回家了。这个幼稚园的拍摄、哦，对，因为。IC 被我问问题问了有一点害怕，对，又要唱歌，对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也其实也做了一些那个哈，那某方面来讲，就如同来自星星的事一样，这边真的是有小孩子的灵体存在啊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可惜没有跟你玩，你衣服有没有被拉？对对对，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刚刚头发这样子甩过，我衣服掉了。掉了一边，然后这样头发这样甩过，我以为是有人在摸我，吓到哎、欸！我相信啊，那个小朋友都喜欢美丽的大姐姐，所以说你明拍摄完之后哈、哦，记得去庙里面拜一拜哈、哦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我这次我相信大家看到 IC 在台湾吓得惊声尖叫了蛮多次了哈、哦。对，然后。也希望说他有机会还可以再来台湾，继续来一个直播啦或拍摄之类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可以留言多一点，就叫我再来。对，那我就会不。那如果那你们不留言的话，我就不会再来。好，那听到了哈，记得要多一点留言哦、嗯，给他多一点鼓励，让他有早一点来台湾，再看到他尖声尖叫。要不然说真的，我跟金刚狼要看到尖声尖叫真的很困难哈、哦。对，好，那最后至于这个幼稚园，其实在这边是还蛮可惜的。对，即便有小孩子的问题在这里，嗯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大家来，还是对他们抱持一个尊重的态度，因为不要我们台湾有一句话，不要教坏小孩，用台语讲就卖干，那个不要台语怎么讲，嘎派伊那多塞，对，就是不要教坏一些小朋友哈、哦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拍摄就到此为止。那也请大家多多给 IC 杨以言 Magic Girl 的杨以言，对，多一点鼓励哈、哦。谢谢你们。那再跟大家说拜拜啦，下次再见哦。好，拜拜。